我是刚换的车长的2014年9月14号树林站树林站9:47收拍摄室877一次哦。绿灯了，拜拜。877一次树林发车，就三线刚好丰原的银绿色，哎呀。嗯，用三千洗哪三千洗？3001皮蛋豆腐。在树林站，他应该是后置给他的，然后等他们时间摆好，把后置给他的。大家帮我有班车要进的。开车。三件型3001皮蛋豆腐。好，拜拜。再见喽，拜拜。877一次再见，树林发车将三线港丰原。再见啦，我的三千型3012辆编组皮蛋豆腐哈，877一次，在树林站终于是来了。如果下面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的，以及观看片两个字就拿，拜拜。第二八七步有马将北京啊，好点，天2031，天2032，以及89830个小圈的。好，如果下面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就观看片两个字是再见，拜拜。我说超级感动嘞，终于看到了3000型，今天又看到3000型，虽然不知道，再过几天吧，没办法了，差一个。但是看到这个实力的画面，又再次的开心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89830，祝您顺利。9:50再见。